队友之间的默契配合有多重要。这是一把王者十星的排位赛，十四杠零的战绩，我很幸运遇到了好的队友。对线百里清兵的时候，我们 A 一下走一下 ，A 一下走一下，这样被打中的几率就小一点。四分钟中路开始抓人，一技能加速躲过整级大招，辅助把人推了回来，两个 PA 拿下法师。吕布很想走，大招闪现最有距离，给我坐下。百里残血还不回家，以为在塔下就安全了。等兵线进塔，一技能加速，两个平 A 给我坐下，推了上路一塔，去中路逛逛，发现对面法师一个人，二技能减速平 A 给我坐下，有优势就赶紧推塔，凯开大向我走来，辅助把他推开，二技能减速平 A 给我坐下，法师来支援也不要怕，相信自己是最棒的，二技能加护盾 A 两下送他回家，虽然吕布满血，但是我们比他高三级，根本不能怂。二技能减速平 A 原地开大一炮送他回家，虽然辅助没了，但是这波不亏，推了高地就强攻，开大两炮带走百里，对面还想打我，可惜啊，我队友都在。游戏的胜利不是因为你一个人有多厉害，更多讲的是配合。